台湾网红波特王日前爆料，七月下旬开始会有十组台湾网红受邀到中国旅游拍片，质疑恐是文化统战，但也有强调不是仿中的就一定是免费去的。啊，先拍个照。就在这尴尬的时间点，明星夫妻王仁甫、季晴恰巧上架成都旅行的影片，还标注中国旅游、小红书推荐，马上被卷入文化统战风波，遭网友询问。这趟四川之旅是有酬劳的吗？还是有其他交换利益？夫妻俩也透过留言澄清，没有，全程自费旅游，并表示行程是自己上网做功课规划的。而女星何以琪在社群透露自己接到类似邀约，并晒出对方给的条件，她笑称应该是周明轩给他们的灵感吧，但何以琪选择拒绝，表示怕跪下去受伤的是自己。